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g， 好多谢你发探我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喺过去个 Bank Holiday Weekend 我做咗啲乜。每年伦敦都会喺 Chelsea 举行一次好大型嘅花展，为咗庆祝呢个花展，喺花展周围嘅铺头都会将自己嘅橱窗打扮得好靓。而呢个 Chelsea in Bloom 已经举行咗18年，每年都有佢自己嘅主题，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 Floral Feast， 即系花卉大餐。而佢咧亦都有跟随 Chelsea Flower Show 嘅传统，就系喺每一个商铺都会评分，然后咧俾金银铜或者多谢你参与。Chelsea Flower Show 最平嘅入场券咧都要£55。在街道咁样行，欣赏啲花卉当然是费用全面，啱晒我呢啲唔舍得出钱去买飞嘅人，所以想同大家介绍一下。我就发现呢样嘢发现得迟，咁上网睇咧，最后就做到礼拜日。咁睇翻天气报告就得礼拜六唔落雨啫，咁所以咧我哋就礼拜六去嘅。可能因为个个都好似我咁，所以咧嗰日系好多人嘅条街。虽然好多人，但是当日的气氛非常之好，而且天公造美，好慢的阳光，真是不觉得自己在伦敦。这个隧道的设计是源自于 Wonka Chocolate Factory， 所以在里面会见到很多张金色的入场券在吊下吊下，但是里面真的太逼，我们也不可以站在那里慢慢欣赏，所以有点可惜。我想你们看到我的片都发觉睇到人头嘅比例系多过睇花噶啦，而呢个咧就系用花砌成嘅蔬菜树，每个花位隔篱都有个 QR code， 可以俾大家更加加深认识花位嘅设计。Lloyds Bank 嘅设计梗系用黑马啦，不过原来除咗 Chelsea、Belgravia 都有举行类似嘅花位展览，但今年我哋就冇去到。如果出年再去的话，一定要揀閒日，如果不是真的逼餐死啊。今年 Winnie the Pooh 都有参与。我就最喜欢这个以寿司为主题的设计了，可以看到有寿司啦、鱼生和手卷，真的很有趣啊。这个连屋主主人翁都走出来跟大家拍照，雪糕车就梗系以雪糕为主题啦，因为想买翻个太阳眼镜，所以呢个 Bank Holiday 我都去咗 TK Maxx。太阳眼镜呢样嘢咧，对于我嚟讲咧，要试过先买嘅。由于面子大，如果买唔啱咧，戴得耐我会头痛。我发觉 TK Maxx 里面嘅眼镜布系冇分男女嘅，咁拣咗一阵咧，最后我就买咗呢两个啦。原嗰个系 French Connection 9.99啫，我自己对买太阳眼镜冇乜要求，亦都冇乜心得。总之戴得舒服，价钱啱咧就 OK 噶啦。如果买眼镜，记住攞翻个眼镜套。原来啲眼镜套咧会喺啲眼镜下低嗰啲柜桶度噶，所以咧行过要留意。当日亦都见到呢个 Tommy 白贝浪99磅。这个 MCQ 背囊400磅减到130磅，这条小婴牛仔裤如果我瘦啲，一定会买啊，9磅咋。同埋呢个周末我做得最多嘅咧就系织女啦，简直系织织服织织啊！我自己跟 YouTube 学咗勾衫一年，呢排就勾紧 Granny Square。Granny Square 的冷衫呢要织起码90几块才可以织到一件冷衫，所以呢我都是努力当中的。第日织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成品啦。好啦，今次跟大家讲住咁多先，多谢收睇，下星期再见。
拜拜。